次我想自己決定我自己條路想點行啊！你一定後悔㗎。Candy 送俾你㗎，你將來會變成一個公主，我要睇住白馬王子嚟接你啊！Candy 同我是由小到大的好朋友，无论任何的时候呢，我们都好像 twins 一样一起玩啦，一起读书啦。喂 Robin， 你那份作成怎样？你做完没有？她是我最好的姊妹，一直以来呢她都很照顾我的，所以我们感情很好，直至到我们毕业之后。一日翻工，揀件絲絲正正嘅俾你先。呢件都 OK 喎。喂，呢件啦，呢件好喎，夠曬斯文大方。其實咧，我啱曬。誒，唔好講咁多啦，你拎咗去試先啦。我幫你拎住電話袋。誒，俾我啦。好，快啲試。打錯了，不好意思啊。真的不太喜歡呢。是啦，剛才有人打電話來啊。是啊，什麼見習咖啡師認證我，難道你有老師都不做就去做見習咖啡師嗎？我幫你蓋進去先。我知道 Candy 是為我好的，但其實我的夢想是成為一個咖啡師，希望可以参加国际咖啡拉花比赛。Sorry 啊，我迟到。我头先咧接咗张大单，我俾你长我升我职啊，仲咧好似加人工添，好开心。两位想要啲咩咧？两杯拿铁啊，唔该晒。我要 cappuccino 噶啦。好，冇问题。其实我一直都唔中意饮拿铁噶。我以為你一直都跟我一樣喜歡喝 Latte。 我呢有些事要跟你說啊，明天我就要過澳洲兩年 Working Holiday。 蛤？你不是啊，你去玩連老師都不做，你不是那麼傻放棄這份高薪厚職的嘛？你一定捱不住的。你經常都覺得我懵的嘛，經常都覺得你要照顧我嘛。今次我想自己決定我自己條路想點行啊！我呢個好姊妹喺度幫你諗，你行多咗好多冤枉路啦！你知道你幾懵噶啦！你聽日走咗，你一定後悔噶！喺澳洲嘅兩年咧，我終於成為咗一個咖啡師啦！仲可以代表咖啡店参加国际咖啡拉花比赛，距离我的梦想仲争一步咋。Robin, you've got a package. Oh, great, thank you. Hi. Hi, you're Robin. Yes. Here you go. Okay. Just sign here, please. Great. Thanks, have a good one. Thank you, you too.Robin， 你呢两年过得好吗？比咗以前嘅我，我一定唔会讲 sorry， 因为我乜都觉得自己啱晒。不过我今次真系想同你讲声 sorry。对唔住，我之前冇发现你嘅唔同，成日都当你细路女咁。不过
直到我結婚，我才發現原來沒人夠你了解我，沒人夠你頂得我順。我下個月結婚了，我希望你會帶著我送給你那條鏈做我的伴娘，見證著我做公主的一刻，我會等你的。好犀利啊！揾人得喎，唔係嗰個咩人真係，係咪好勁咧？真係好靚。哎呀，對唔住，對唔住。講完之後，你一定要 say 啊！咁跟住想問嘅話，你今次我想自己決定我自己點。你个杀手嘅现状，你等咗好耐，个人终于嚟咗啦。我用咗一分钟嘅时间咧，嗰个姐姐就教我点样去拉，即系点样去冲咖啡啦。跟住我就OK， 跟住我就之后就变成高手啦。有情则急变。